顾川明，你亲手哺乳，怎么对自己的亲哥哥都下得了这个毒手？兰心，今天的船名早已不是你认识的船名了。可我娘还在他那里，我太不放心了，我想把人接回来。兰心，他那个地方是狼窝虎穴，你不能再去冒这个险。 参加同盟会，就是为了我们姐姐的这份回报。对，我也参加了。过去当兵，我是为了有一个饭碗。是你哥教我什么叫报复。子栋，你跟我以前认识的你不一样了。兰心，你是他最亲的人，你一定最了解他。 像，这个裴子东告诉我，这骨灰是潇潇让他带回来的，可是他为什么自己不回来呢？这苦命的女儿，听裴子东讲，他这次回来，本来是打算跟沈涛结婚的。我想，他肯定是太伤心了。但也不至于不回来呀，啊？我想。 他一定是被人欺负了，你想想，潇潇从小就是一个好面子的人，他如果不被人欺负，他怎么能不回家呢？可是这种事儿没看到，谁知道真假呀？哎，韩香，咱们一定要去找潇潇，否则他是一辈子都不会回家了。好的。 上一次你不告而别，这一次我们又在这样的情形下见了面。是啊，这一次如果不是受潇潇所托的话，啊，对了，为什么潇潇自己不肯回来？他脱不了身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。 他为什么连面都不肯露呢？也许他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苦。我想跟你去一趟南京，我想去看看他。兰心。
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闺女，那个沈涛死了。兰心哭的是昏天黑地，她哀伤的再也秀不下去了。闺女啊，爹这次可全看你的了。闺女啊，你这整天都在埋头绣，怎么就绣了这么一丁点啊？而且你的针脚乱，针法拙，你这是怎么了你？哎呦，闺女啊，人家死了人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？我这么多年不摸针，心静不下来。我这么多年的绣工全废了。潇潇就住在这儿。找谁啊？请问你丁小姐在吗？什么丁小姐？不就是个卖唱的，已经搬走了。哎，大姐，她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哎，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谢谢，没事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哦，没有。啊，谢谢。大概这么个。没见过，没见过，谢谢了。照片上的这个人您见过吗？请问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个人？哦，没有，没有见过。没见过。请问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个人？我没见过他。有人说蔡锷在北京纵情酒色，成天泡着个叫小凤仙的青楼女子，似乎是乐不思蜀。其实蔡将军是置身内敛之人，他这样做是为了麻痹袁世凯。对，蔡将军一定要回云南才有所作为。可是袁世凯成天派人盯着他，使他难以脱身。子东，这次交给你的任务就是营救蔡将军，你有把握吗？你放心，北京这个地方我闭上眼睛也可以转三大圈。好，刻不容缓，今天下午你就要赶往北京。好。地道的玉玺
京城著名的篆刻大师胡世臣的杰作，您看怎么样？这太子印刻得相当不错啊。哎呀，长明啊，这段时间你鞍前马后的，老爷子十分赞赏你啊，决定提拔你做筹安会的秘书长。委任状即日下达。不过你要看不住蔡锷的嘴的话，我这个印可就白刻了。我已经让钱川24小时盯着了。你以为他是瓮中之鳖吗？家父说过，他为人精明强悍，远在那些同盟会乱党之上，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呐。我已经给蔡将军递了信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采取营救行动。是。他完全沦为袁世凯的走狗，这些举动就是做给你们。打扰各位的雅兴了，原本大家到这儿来是找乐子的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可是有些人图谋不轨，意欲颠覆国政，搞得大家不得安宁。今天来到这儿，就是要把这些人给抓出来，让他们知道不安分就把他们给毙了。小心，都进去吧。你到北京来就是找顾传明报仇的，把枪给我。对不起裴先生，这把枪我不能还给你。裴先生，这把枪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我求求你不要再阻拦我了好吗？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再做傻事了。你拦住我的今天，也拦不住我的明天，我总有一天会成功的。报不了这仇，我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你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你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我要你相信我一次，把顾传明这个混蛋交给我，我会帮你报仇的，请相信我。我信你。那好，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离开这里，兰心已经去过南京找过你，你父母整日为你担惊受怕，做人不能只为自己，快回去，不要让兰心跟你父母为你操心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反悔。
谢谢。请问你找谁呀？请问传明在家吗？哦，辜先生，他不在家。你是？这还看不出来啊，我当然是他女朋友了。这里的地址啊，还是他告诉我的呢。要不我先到屋里等他。好啊，请你稍等，顾先生马上就回来。请到屋里等着吧，请。要是今晚有空呢，我找两个人陪你玩几圈小麻将。麻将我就不去打了，你得去妓院给我盯着。行，这顾秘书长出钱，我睡妓院得了。哼，你睡哪儿我管不着，到时候那两个人我找你要。好，您放一百个心。起来，长明，走！你这个畜生，我找你，你会有报应的。快走，快走！你会有报应的。尽量拖延时间。
行，串爷串爷，姓蔡的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姓蔡的走了？你们这些人都吃干饭的，赶快给我追！是。哎呦！该不会走路呀？就在前面呢，快给我追！哎，是。蔡将军，请回吧。裴哥，钱串儿，我们分手以后你会做什么我都想到，就是想不到你会帮一只狗办事。好威风。裴哥，这回对不住你了，要不咱们哥俩谁都保不住谁。带走。是。是。走。走。想不到吧，裴子东，我们俩又见面了。要不然怎么叫做冤家路窄呢？啊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少个冤家少堵墙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如果我们能化干戈为玉帛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。现在蔡锷已经远走高飞，你也算是个舍己救人的英雄，倒是我们两个之间该算算账了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，如果你告诉我他去了哪儿，我不但不计前嫌放了你，而且还可以送你去德国。为什么送我去德国？你不是喜欢玩枪弄炮吗？研究军火，德国是最好的。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呢？相信我，放了你；不信我，杀了你，随你的便。这样说，就是告诉我，不管你孤传明说话算不算数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对吗？哼，好啊，我告诉你，蔡将军去了八达岭，长城脚下，那边有人接应他。去哪了？先到四川，再进云南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我一定兑现我的诺言。早从塘沽口登上去日本的船了，几十个人，几十杆枪都看不住一个人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一日考虑周全胜过百日徒劳，这句话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滚，滚。去哪了？
告诉你了，你找不到。他从塘沽直接上了去日本轮船，对吗？是啊，他船开了，你明白晚了。你等死吧。蔡锷这次金蝉脱壳，势必成为家父的心腹大患，看来称帝的事要马上进行。闺女啊，你真的打算把瑞鹤图搁在一边？你真的是不行了吗？这可是关系到咱们樊家的生存和威望啊。你明明知道我秀不了，你还来逼我，干脆逼死我得了。哎，闺女，这是北京来的信。传明给我来的信，传明让我到北京去，这下可以见到传明了，这下我可以为传明而朽了。这个东西是传明最爱吃的，回去要打点好，是不要漏下了。相比宫里的那些贡茶，只配漱口。你快尝尝。素素，出宫的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大清倒了，我回了趟老家，那里遭了蝗灾，所以我又出来了。这么多年颠沛流离，我一直挺担心以前的那些姐妹，不知道她们活得怎么样。别人我是不知道啊，我绿珠还用你担心吗？到哪儿不都是吃香的喝辣的？绿珠，这么多年见过兰心没有？我听说她也回了家乡，所以我想来看看她。兰心呢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哎，素素，你记得传明吗？传明不是兰心的？那是哪年的黄历了？早就一拍两散了。现在啊，传明跟我在一起，他现在正在北京开一个大绣坊，
按现在眼下时兴的说法，应该叫做绣业公司，那可是办得比当年的玉绣坊还气派呢。素素，我看你现在也没地方可去，要不然今天跟我走吧。绿珠，我还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裴子东。哼，你一张口我就知道你要问他，怎么你还想把终生托付给他呀？川明，川明，我想死你了。绿珠，我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，现在我们要合计做件大事情。我早知道你能够大展宏图，所以这一路上我都在为你网罗人才。那个素素你记得吗？一个绣艺很好的女孩子。啊，这次我也把她带来了。哎，我们的绣业公司到底开在哪儿啊？我带你去看看。好。小心，来！你挑的什么鬼地方？绣业公司开在这么高的山上，将来怎么做生意啊？我们不是做生意，我们做的是荣华富贵的大买卖。什么大买卖？要开到这么高的山上？你把话说清楚，要不然我可不走了。袁世凯要登基了。他登基关我什么事儿？他需要一件登基用的龙袍，我第一个就想到让你来绣。怎么还要我绣？怎么了？不瞒你说，这次在江南我和蓝星同绣瑞鹤图，结果他脱画而绣，而我找葫芦画瓢还是没有绣出来。不会吧，绿珠，你要是绣不了，这事情可就闹大了。远哥爹让我两个月之内把龙袍绣好，绣好了我前途无量，要是绣不好耽误了登基时辰，我可要人头落地了。这么严重？绿珠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，你帮不了的话没有别人能帮我了。这个忙我是帮不上的，不过有个人能帮你的忙，就看你想什么办法了。来了。沈兰星吧？我是。哎呀，我多方打听才知道你搬到这里。大姐，你是？我是从北京来的，你娘在北戴河医院，有人让我给你捎口信。大姐，你说什么？我娘她怎么了？她老了，病了，几次昏倒都提起你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你赶紧过去吧。不要再说了，我马上跟你走。你还坐着那干什么？兰心马上就要来了，赶紧带着素素到山顶的绣坊去准备一下。哎，山上那么荒，就几间破木屋，你就舍得让我先去？你那么急得把我赶走，是想和兰心重温旧梦吧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？绿珠，现在兰心是我们棋盘上最重要的一颗棋，你明白吗？谁知道你鬼脑子里都想些什么？素素，
哥在一起吗？他可能过两天再来吧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？我该见的时候就见到了，我们还是先做好大事吧。你到底要做什么大事？不就是开个绣坊吗？为什么开在山上？怕有人偷绣品吗？你问的是不是太多了？你做好你的事情就行了。你到底要我绣什么？素素，你要帮未来的皇帝绣龙袍。都已经是民国了，哪还有皇帝啊？难道你要复辟作乱？我要走，抓住他！哎，素素，素素，放开我！素素，钱川，素素，你可想明白了，我们谁都没有退路。事成之后，你也捞个诰命夫人。如果你想跑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千哥，你可要帮我。素素，我帮你，你得听我的话。废话少说，把他送到屋里去。快走。素素，你别哭了，你这哭得我的心都碎了。那你也不能好坏不分呢。我真不知道会这样，原来他们这么心狠手辣。素素，我斗不过他们。斗不过他们，你还不能躲吗？躲还躲不过吗？钱大哥，你带我逃走吧，我们逃得越远越好。逃到哪儿去啊？怎么逃啊？素素，你容我好好想想啊。兰心终于来看你了。娘是什么时候走的？在我派人去找你的第二天，娘就过世了。我设置这个灵堂就是为了等你回来。娘现在在哪儿？你带我去见她。我把娘葬在了全北京风水最好的地方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我带你去看她。
娘在九泉之下一定能够瞑目的。娘临终有什么遗言？娘说，希望你能够悔过自新，还说，希望我们俩能够重归于好。裴哥，对不起了。顾川明，我问你，裴子彤现在人在哪儿？我想。